过香港。他的曾祖母是法国人，所以作为混血儿的黄凯芹自幼就长着一副深邃的大眼睛和欧洲人特有的立体五官。而尽管他可以靠脸吃饭，但他一直极有上进心，并时时严格要求自己。于是他考入了心心念念的香港中文大学。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让黄凯芹的一生与歌唱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他在1983年受邀参加了一场歌唱比赛，凭借一首《温情》获得了季军。迷人的声线，俊朗的外表，如此优秀的人立刻吸引了当时宝丽金唱片高层的视线。可因为年少轻狂的嘴无遮拦，黄凯芹无意之间得罪了唱片公司的高层人物，这也使得他错过了第一次出道的机会。给不到一个信心，人家去同意你所讲的意见，即是会引来很多不必要的拗撬，同埋最明显的就是你会觉得你很烦。但金子无论在何处都会熠熠闪耀，慧眼识珠的宝丽金也不想让如此优秀的苗苗去到自己的对家。于是在1987年再次向黄凯芹抛出了橄榄枝。而这一次经过了4年时间打磨的黄凯芹收敛了轻狂心性，成为了一名合格的代签约艺人。于是顺利的与宝丽金签约，并且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Moody。 而这张专辑不仅是让黄凯芹走进了大众视野，还让他收获了忧郁王子的这一称号。黄凯芹的声线低沉，嗓音迷人，情歌歌词里面书写的每一哀伤词句都被他唱出了感人肺腑的忧愁伤感。而这张唱片的销量也十分的喜人，出道便斩获了双白金的傲人成绩。会否与他这原地相逢，为我解去寂寥，拥抱热暖中。尽管在宝丽金的时期黄凯芹取得了不少傲人的成绩，但他仍然在4年之后选择加入了其他的唱片公司。当时的香港乐坛热衷于改编日本歌曲，并且进行新的填词，宝丽金为黄凯芹也是打造的翻唱路线，但黄凯芹却是一个实力型原创歌手，每张专辑只有2-3张原创，对他来说有违自己的初心。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忽视自己的老东家，选择了能够重获重视和创作自由的新公司飞图唱片。但尽管换了新的唱片公司，也出了新的专辑，却在宣传上却差了别人一大截。这也导致尽管他有着天王的实力，但是却未曾真正地做到那个位置。小鹿我和众多的粉丝如今看来都仍旧是感到十分的惋惜。即我觉得当时呢真是四大天王的世界，是所有其他的都好像是陪衬的一些茶客，但永远不会说有张台给你的。永远我们都是等的，那就等到几时呢？好像不知道，他们四个坐在那里不走的，即那餐茶喝很久的。咁變咗我哋做歌星嘅，有時係真係好努力都好啦，都唔會有啲咩出軌。飞图唱片的规模有限，无论是制作还是宣传，都无法和宝丽金等大公司相匹敌。所以，黄凯芹被派到了内地发展。不久之后，他买下了一首名为《愿你把心留》的歌曲版权，并且将其改编重新润色，推出了全新版本的《晚秋》，在内地大火，这也帮助黄凯芹打开了在内地的知名度。而内地的听众都开始熟识这自带着忧愁感的音乐才子，也让黄凯芹的事业一举上升到了巅峰期。可就在黄凯芹整个音乐生涯的高光时刻，
他却选择了一路出走，飘向北方。直到许久后，人们才知道他真正放弃荣耀的原因。当时的唱片公司要求他继续创作《晚秋》这一类的歌曲，但他坚持原创，不蹭旧歌热度。也正是这一想法，导致他和经纪人的矛盾激化，最后二人关系破裂。一怒之下，黄凯芹远走他乡，淡出歌坛。那就把其他的中国内地已经红的歌拿过来放就可以了，把国语的变粤语，重唱一遍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诚意有问题。此次一别再见时，已是娱乐圈的几度轮回之后，当年的热度早已式微，属于黄凯芹的黄金时代也不复存在。2012年，他在红馆演唱会上和周慧敏合唱了一首《情未了》，而台下的许多粉丝望着同台的二人，不禁潸然泪下。不因许久未见自己偶像，只因心中为这二人的意难平。而《情未了》这首歌也正是黄凯芹写给周慧敏的，他将丝丝情意化作绵绵词句，说与周慧敏听，郑重地告知对方自己心间的浓情从未黯淡一分。一生未婚的黄凯芹连绯闻都鲜少，但若要提到感情，那或许就是如白月光一般存在的周慧敏了。尽管现在周慧敏的丈夫是倪震，但在婚前的几段感情中，其中一段的男主角便是黄凯芹。尽管周慧敏否认了，但在任何一个引擎上进行搜索，都能够看到黄凯芹资料上的感情一栏中只有前女友周慧敏这一选项。我知道他来了，我知道他来了，在哪里啊？多谢周小姐。好了，跟着呢，我想唱一首什么啊？二人相识于香港电台，一起搭档主持节目。因为二人都是宝丽金旗下艺人，又被公司合作安排唱情歌，郎才女貌的二人一直被许多粉丝支持在一起。当时周慧敏有一首歌叫做《台下女主角》，随后不久黄凯芹就推出了一首《最佳男配角》。在许多人看来，这正是为其相配，但在这时周慧敏却与倪震相爱了，这让许多看好他们的粉丝为之伤心，而黄凯芹也一生未娶。如今的周慧敏早已是他人妻，在黄凯芹心中，他又是什么样的存在呢？是友还是过客，或许都已经不重要了吧。但无论周慧敏在哪一天转身回首，他一定能够看到当年那个深情之人仍然痴痴地守在自己身后。如今年逾耳顺之年的黄凯芹，仍旧是保持着20岁的傲气，无论是在音乐事业还是在感情生活中，他始终坚守着初心，不向任何人低头。尽管这种性格在娱乐圈中并不讨好，但是也成就了他。岁月从不轻饶任何人，当年那个深情的男人似乎也随着日夜更迭荏苒代谢，他的身上也拥有了自己歌一般的气质，幽闷气质犹存，但是对感情依旧是一往情深。或许黄凯芹早已习惯了四季交替之间的独行，无论是中庸的气温还是模糊的边界，但是对他而言都是下一任轮回的心声吧。我是小鹿，你最喜欢黄凯芹的哪首歌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留言，我们
等会儿见。若这生命再等。